4月16日，蔡依林参加自己代言运动品牌的女子篮球赛，一身运动装上场。不过，一向傲人的上围却似乎有所松水。首次担任开球嘉宾的她，相当开心兴奋，跟现场和粉丝比赛投篮，在舞台上绝对的天后霸气，在球场上可就不见了，连投几球都失败告终。不过姿势还是始终优美，是有一点生疏了，但是因为之前玩的都投篮机比较矮，然后到那个篮球场的时候，需要适应一下那个高度跟距离这样。不肯认输的地才的蔡依林，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狂练球技，将篮球搬上演唱会舞台。蔡依林与男友景荣的感情状况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，虽然没有秀恩爱的习惯，但大家也会时不时跟拍，偷拍到不少猛料。心态相当好的 Jolin 表示，除了个人形象，其他的都不太介意，只要没有很夸张的照片难看啊，或是 眼睛歪掉那种就好了。歌手梁静茹日前透过微博宣布怀孕消息，蔡依林闻言立马恭喜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